秀慧在演艺圈打拼多年后，于今年豪砸9000万元在三重一口气购买了楼上楼下共两套房，当作孝亲房，室内坪数分别都是76坪。先前她在直播中开箱新家，这间客厅空间是气派大理石装潢，卧房也有专属衣帽间，看上去相当舒适。不久前杨秀慧举办入簇派对时，众多艺人都到场祝贺，综艺大哥胡瓜也现身，还包了一个大红包，让她十分感激。而日前杨秀慧分享了游泳后拍下的自拍照，透露这是她第一次在家中的游泳池游泳，并表示要向近期勤于健身的胡瓜学习，认为自己该运动了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豪宅的泳池很大，看上去相当气派，引来大批网友纷纷羡慕直呼，什么时候能像秀慧姐一样入住这么漂亮的豪宅，好想赶快暴富啊。you